断气三天之后，舒尔从棺材中坐起，形貌与生前一致，神态语气却全然相别于前。你到底是谁？直言曾入仙境，与人间相仿，境中之人往来如常，以仙丹为食。世间倒真有这仙境。他在这藏书阁待了多久？我刚才没胡说吧？石夫妇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方才那仙境的故事可有后续？继续说。哦，没后续了。我翻看了许多都是些没边际的怪异故事，想来这世上的鬼神之说也委实虚幻。鬼神之说若是虚幻，我留你何用啊？师夫妇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好好说话。我哎呀，这儿书这么多，咱慢慢找呗。我再翻翻别的。师父，你也对这些书感兴趣啊？我比谁都更想找到他。哼，找到我，然后斩草除根是吗？着啊，师傅！师傅，快帮我拿！拿着吧。当初我收墨青入万路门后，给他指了个师傅，难道这个师傅是个修仙的老道长，或者是修佛的老和尚，才教出了他这样的德行？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这么直接的撩法？换一种试试。师傅，你的眼睛漂亮的像装满了星光的夜空一样。你眼睛那么好看，像装满了透亮的星星一样。哦，原来你好这一口。师父，我好像被你的眼睛迷住了。什么情况？方才不都被勾引的愣神了吗？算了，今天撩到这儿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提条件了。师父，徒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徒儿最近修炼功法，总觉得力不从心，大概是身体里气息不够。师父这儿
可有什么丹药助我调理内息啊？师傅对徒儿真好。丑八怪啊，丑八怪，看不出来你原来还是个小闷骚吗？ 被人撒娇，被人夸奖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内心已经悄悄暗爽的发抖了吧？看来以后我得改变策略。